廖碧儿为2014中华才艺小姐国际大赛担任评委，一直生活在国外的她听闻好姐妹胡杏儿有了新恋情，廖碧儿也情不自禁地祝福胡杏儿。当然我在香港看到新闻，这个胡杏儿朋友在里面，我都当然很开心。对对，人家胡杏儿都找到男朋友了，廖碧儿你也加油啊。没有，他跟我说个，他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我，我说谢谢，但是现在我不在香港。